程淼这孩子在剧中真是太虎了，妥妥的东北大妞。他以为父亲在搞外遇，二话不说将一杯红酒泼到女方的脸上，吓得亲爹连连后退。不得不说，在剧中众多女角色中，程潇饰演的程淼动作和语言最贴近东北范儿。那么接下来就结合影视剧情为大家解读《假日暖洋洋二》中的人物结局。喜欢这部剧的朋友不要走开，一起来看看吧。 程淼成为无人机选手，成为一名滑雪员是程淼妈的梦想。她希望女儿进入省队，但程淼并不是很乐意。自从受伤后，她一直很抗拒回到赛场。程淼看似是个听话的乖乖女，内心却很叛逆。她害怕母亲生气，只能硬着头皮去训练。其实程淼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一直被家里人安排。自从遇见马博渊的无人机创业项目。 程妙觉得遇见了真正喜欢的东西。他在无人机比赛展现出惊人的天赋。程妙学习不好，对考大学已经不抱希望。滑雪又不是顶尖的，进入省队更不敢奢望。最重要的是，在与无人机接触后，他彻底喜欢上了这项运动。在飞行过程成功，感受到了轻松自在，渴望在该领域中拿到好成绩。于是，程妙鼓足勇气向父母摊牌了。 他想放弃滑雪，坚持自己喜欢的无人机运动，做一名无人机选手。程桥不理解女儿的做法，但看到程淼对无人机表现出的热忱后，选择相信孩子。毕竟程淼以后的人生需要他自己走下去。虽然程淼的父母希望他以后当一名运动员，拿到好成绩为国争光，但父母的期望止于现实，因为他们尊重程淼。程叔嫁入豪门，没想到廖然竟然是个总裁。 他因为喜欢程叔才来到东北，并且隐藏了身份，就是害怕程叔会介意，导致两人有距离感。廖然本以为和程叔不会有结果，两人接触后发现互相喜欢，这让廖然很为难，不知道如何向程叔表明自己的身份。直到公司的人找到了廖然，才让他总裁的身份公之于众。程叔难以接受，他只是单纯的喜欢廖然。 两人在民宿过简单的生活，很幸福。可是现在廖然的身份公布，让他不知所措，不知道廖然是否还会和自己在一起。毕竟他只是平淡无奇的民宿老板，和廖然的身份地位有很大差距。事实证明，廖然真心喜欢程叔。他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向程叔求婚，希望程叔能够和自己走得更远，也希望和程叔有个未来。程叔虽然对他的身份表示震惊。 但这和爱情没有关系。他在朋友的见证下，欣然接受了廖然的求婚。廖然和程叔这对 CP 让人心生欢喜，两个人属于双向奔赴。虽然期间有前男友的插足，但丝毫不影响两人的感情，依旧坚定的走下去。特别是在剧中听到廖然对程叔的表白：“我会在每年初雪这一天陪在你身边，一直到老。”不得不说，害羞腼腆的总裁也有如此浪漫的一面。 看来那句话说的没错，对的人总会在对的时间遇见。程叔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，幸福的嫁给了爱情。